那我要讲的是哈，我要跟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打赌啊，说我的朋友说你这样你有一定会掉眼泪哈，那我跟他讲，好，我们赌10万块，我一定不会掉眼泪。那看着办吧，反正9月8号就知道了，成绩就揭晓了，这10万块一定要赚起来。什么？谁知道？你跑去厕所？哇，你还有。